天中梦现场，实时海量资讯。各位亲友们上午好，欢迎收看 Big Bang 来了，我是你们的娱乐领航员鼎翔。今天依然有最新鲜火辣的娱乐资讯跟你们分享。好了，就让我们快快开始今天的猛料挖掘吧。说起娱乐圈里的光头男神，相信许多人会第一个想到徐峥，而他最近在新片《我不是药神》里居然戴上新头套，弄了一个新造型，成了爱露脚踝的犀利哥。到底是什么样的高能大片需要这么有毒的造型呢？快跟小八哥一起去看看吧。犯了迷影症不看好片不舒服的小伙伴们，你们的良药就要到了。徐峥和宁浩联手监制，加上新人导演文牧野一起合作的《我不是药神》，昨天举行了定档发布会。主演徐峥老师这回的造型分外犀利，不羁的穿着，乱糟糟的新头套，再加上露出的秀气脚踝，真是让人跌破眼镜。难怪徐峥老师在发布会现场飘得不行，不断自夸自己的新造型超惊艳。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大家只需要注意我的发型就可以了。每次我在朋友圈里只要晒出我一张造型照片，下面就会就是收到很多鲜花呀、拖鞋呀，就是各种都有。这个发型非常的惊艳。除了曝光戏中造型，主演们还纷纷爆料说，这部片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动作戏。比如老戏骨徐峥老师，一个动作戏镜头就要拍10个小时。张宇还表示，为了随时准备好受伤，剧组需要常备药。我听说有一天拍一个镜头，徐峥老师拍了40条。我说啊，真的假的？这个是真的，并不是徐峥老师的戏不好，而是导演的要求太高。因为我们一直都有药，就是在拍摄中。虽然动作戏多，但是徐峥老师仍然苦中作乐，现场开起了车。其实我们整个戏都是以文戏为主的，但是跟两位女性角色都是动作戏。除了头套很帅气的徐峥，这部戏还集齐了满身荷尔蒙的周一围、瘦身20斤的王传君，是不是很期待了？大家就等暑期档一起去电影院吃药吧。因为上了真人秀节目，黄圣依的儿子安迪成了新一代萌娃代表，还连带着火了他的霸总奶奶。安迪奶奶要什么都买买买的霸道宠溺宣言，成功的吸引了网友们的注意力。其实除了温柔的霸总奶奶，安迪还有一个严厉的学霸姥姥。昨天学霸姥姥还因为在饭桌上跟安迪飙英语，直接飙上了热搜，确认过词汇量，这是亲外祖孙没错了。Hi Andy, how are you? I'm fine, how are you? Good, you can speak loudly. What is this? Mom. What is this? Probably share egg. E-G-G-Egg.奶奶负责带安迪吃喝玩乐，姥姥负责教育学习，安迪也算是很幸福了。不少网友看了视频都很惊讶，安迪小小年纪词汇量居然这么强大。小八哥这就为你们科普一下，黄圣依家其实是货真价实的书香门第学霸家族，黄爸爸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而黄妈妈不仅曾经是著名报纸的编辑，还是从 MBA 毕业的记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还是黄圣依的亲表舅，这一家子都快承包了整个学术圈了吧。生长在这样的学霸家庭里，难怪安迪的英文水平这么好了，这就是基因的力量啊。迪士尼出品的真人电影《花木兰》，自从官宣了神仙姐姐刘亦菲出演《花木兰》之后，就备受网友们的关注。而最近又有几位中国大咖陆续确认会加盟这部东方大女主电影，《帝国之御姐》巩俐已经确认了会当反派大 boss， 据说会是一个法力高强的女巫；《帝国之硬汉》甄子丹这次要化身木兰的导师指挥官；《帝国之功夫王》李连杰饰演的皇帝角色正在最后商谈中，正是他下令征兵，才逼出了一代巾帼英雄花木兰。此外，还有一位越南籍华裔女演员夏娜唐将会饰演木兰的姐姐，这演员表和对应的角色一出来，不少网友欢呼中国人的故事就应该中国人来演，但也有人吐槽大反派从动画里的匈奴单于变成了女巫，西方魔幻这样乱入中国古代故事真的好吗？还有人操心女主角刘亦菲会被巩俐的演技碾压，真是好不热闹。这样全华人阵容主演的花木兰，你们期待吗？日盼夜盼你们最期待的101小姐姐们，昨天终于在导师团的带领下公开亮相了。这么多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小仙女同台，这么美好的画面简直要让粉丝们爆炸了吧。头条君今天就带你们去现场 PK 一下小姐姐吧。昨天是个大日子，大家期待已久的创造101导师团带着101位小姐姐正式公开亮相了。小姐姐们在发布会上为大家演唱了节目同名主题曲，轻快的旋律，活泼的画风，简直少女感爆棚，甜度爆表，连台下的导师们都情不自禁地跟着音乐舞动起来。作为国内首档女团竞演生存节目，创造101中的小姐姐们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各顶各的有才华了。光是跳舞这一个科目，小姐姐们就自带芭蕾舞、拉丁舞、街舞、民族舞等多个舞种技能，还有别出心裁的真蹦迪和眉毛舞呢，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论歌唱水平，小姐们也都分分钟用实力刷新大家的期待，无论是清唱还是弹唱，都专业 feel 满满，还有花腔女高音等你来 pick 哦。
101个妹子可以说拥有了超过101种独家才艺，更有一些特长看起来别具风格，独树一帜，快板、小品、武术、杂技、瑜伽，甚至还有表情包，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看不到。如此优秀的小姐姐们昨天已经从大家的期待中合体走到了现实，用公开表演走出了华丽的第一步。那你们知道导师团们都在暗中观察并准备着些什么吗？赶紧跟着涂掉君来看一看。全能的物理涛涛作为本次创造101的发起人，他正一步步准备着实现他的小目标。我的具体任务就是打造出一个属于中国女团最强女团的这样的一个发起人，也是我的任务。永远的女子天团成员艾拉和歌唱实力赛高的张杰作为小姐姐们的声乐导师，他们对101位妹子们留下了保持心态端正态度的期许。其实我觉得是心态吧，心态很重要。我相信你们在这里一定可以有很多的学习，然后那个学习最棒最珍贵的就是你能够重新认识你自己。所以有没有努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节目里面啊，有几百台机器在对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专属的机器，所以你是无所遁形的。你所有的一切，你的态度，你展现出来，你有没有热忱跟投入在其中，我相信所有人的眼睛都是雪亮，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我觉得像我一直说心态一定要好，不要心里面想我一定要红，这个事情要红我觉得很正常，但我觉得你如果把要红放在第一位的话，你会忘记你最初的那个初心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他们内心的简单干净啊，这是他们需要达到的。我想选一群真的内心三观很正的女孩吧。而第一次在节目中担任唱作导师的胡彦斌比较期待小姐姐们发挥自己的领悟力，并以此激励自己做到更好。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同行者，只不过我出道比他们早了几年，然后他们所有经历过的事情我也都经历过啊。我只是希望说这些女生她们要知道在这个舞台上的标准是什么。相比以上四位在大方向上的考量，作为舞蹈导师的王一博和罗志祥对选手们的专业水平有了更为细致的要求和期待。101位小姐姐不要太紧张哦，唱歌在水准之上就可以了，跳舞一定也要在水准之上嘛，你才能够做出那样子的整体感，还有观众缘，这个很重要。我肯定作为舞蹈导师的话，我肯定会喜欢跳舞非常好的，跳舞很有魅力的，唱跳的能力一定要最起码是合格的吧，然后就是具备有舞台的感染力还有活力正能量的这些人可以具备出道能力吧。我觉得看来导师们已经在心里定下了某个标准，并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而即将开始 pick 小姐姐的你，是不是在猜想导师们会不会超级严格呢？贴心的涂涂君先帮大家打探一番。你觉得你自己会是一个特别严格的发起人？某些方面的话我会有的时候大家如果看到我的说话比较冲或者是说话比较严厉的时候，就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用这种方式去告诉他们，不管是在舞台还是在人生还是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都会很严厉，该严厉的时候严厉，该玩的时候就玩。观众缘这很重要，因为有些人长得很漂亮但没有观众缘，那个真的是很难去说的。那我只能先以观众缘为主，然后你只要唱的不要太差，我都会让你有这个机会，有进步的可能吗？我应该是又温柔又严厉吧，都有。我觉得我不是算严厉的导师吧。对，像那个 Ella， 她就说啊，你怎么那么心软？你怎么那么什么什么的？也不是心软，我就觉得我老是想给他们机会啊，因为这女孩真的不容易，这些女孩。但是在舞蹈方面的话也会稍微严格，因为也是对他们的负责吧。果然是又有严格的又有温柔的，还有温柔又严格的，真是越来越期待导师团和选手之间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了呢？如果你也和涂涂君一样期待，那就赶紧来腾讯视频围观吧。创造1014月21日每周六晚8点腾讯视频全网独播，会员还可以尊享各种独家内容哦。下周六开始咱们不见不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是不是觉得还没看过瘾？那就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更多热辣猛料等着你们来挖。在这里要感谢最大的年轻人兴趣互动社区 QQ 兴趣部落给我们的大力支持，下周一11点半咱们还是继续一起吃瓜哦，拜拜。